欢迎各位车友们啊！咱们现在是在游艇上，然后呢，大家想了解车和游艇都可以打在公屏上跟小雨聊一聊啊。现在呢，就是说，不像之前了，前段时间大家都问三亚人是不是特别少啊？现在不是了啊，每天呢咱们都有车往出发啊，并且说这个车也有点供不应求的啊。然后呢，游艇的话呢，每天都出海啊。感谢车宝送的灯牌，送的小礼物，谢谢啊！欢迎孟轩。感谢您，欢迎青山呀，欢迎十三，欢迎各位臭宝们进直播间啊！包包里有啥？包包里都好吃的，包包里全是好吃的呀。小雨脚臭吗？那棒臭棒臭的。这块有点属实是这个丝掸不开呀。不行，擦不干，太不行了。欢迎懒，欢迎精神小伙，小雨好漂亮，谢谢夸奖啊！喜欢小雨或者来三亚需要用车游艇的话，左上角关注加团儿啊，加团儿。游艇有人陪啊，订好游艇之后呢，咱们需要这个游艇 baby 呀，还有 DJ 呀，咱们都有啊。欢迎慕容慕白啊，欢迎各位臭宝们，感谢我妈妈送的小心心呢，哈哈。感谢关注，感谢关注啊！加灯牌之后，咱们来三亚的话，粉丝都是有粉丝价格的啊。车的话用3天以上啊，就是说有优惠，并且还送200元的游艇代金券。然后车和游艇一起订的话，价格会更优惠啊。你这妆化的是真是一个绝呀，咋的了？装车的话，第一时间啊，给我们公司打电话啊，我们有客服给我们公司打电话，我们会安排人去现场帮您处理啊。咱们家车都是有全险的，看责任划分是谁啊。如果责任划分的话是对方责任的话，由对方来赔；如果是划分咱们的话，就是说咱们正常的话，送到 4S 店定损啊，4S 店说是怎么赔就是怎么赔啊，咱不多收一分钱的。小雨是富婆，对，我是富婆，我是富庶的富。我是富叔的富，又开始自损了，又开始自黑了。然后咱们也点关注，左上角关注一下，在这里啊，点小黄心呢，加团啊。有灯牌的话，咱们家有粉丝价格，非常的实惠啊。咱们你说点个关注，点个灯牌的话，咱也不用什么多麻烦的事，也不用花钱，咱还能拿到粉丝优惠的价格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既支持了小雨，咱们还拿到便宜的价格了，非常合适啊。车辆没有车损吗？有啊，我们家所有的车都有全险的啊，这个你放心。鸡肉腿儿，啥意思？你是说我有肉吗？抽丝儿了没有啊？这啥眼神？这孩子，有没有引爆？没有。欢迎风行天下啊，欢迎为你而